家好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马上就要中秋节了，所以我特地换上这身衣服，找了个地方，而且向一位做月饼特别厉害的老师菲菲老师，给他唱了三天三夜的歌，才求到了他的月饼的秘方。哇，这个秘方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，具体我要做成什么样子的月饼呢，我们下个中秋节再见啦。周深送月饼啦，咱就是说周深拉上这样一车月饼也不一定够给米子们分呀。周深来教大家做广式月饼啦，从和面分馅料、月饼压模到月饼烤制的超详细教程，他的身上有魔力，舞台上闪闪发光，舞台下真实鲜活。你们自己去买月饼吧，我不做了。哦，倒一点然后打一打。菜谱上最难的两个字，适量加入适量的花生油。哇，它开始变，变成坨坨了。哇，好香哦，闻到了花生的香哎。啊！做个月饼，我比搅拌机还潮，真的。就差不多是这样啊，我大概打成感觉像是一个糖，就是一个糖。大家用烤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还有三分钟。那么还有三分钟怎么办呢？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吧，就是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团团圆圆。我们总会绕啊绕，绕啊绕，绕几千里路也望向归途。难难，愿你幸福，心有所住。还有一分钟，我们马上就要刷半夜了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！倒计时三十秒，二九、二八、十、九、八、七，这样可以了啊、哦？好的，嗯，哦，它都有，可以直接放桌子上吗？烫烫烫烫烫烫烫！好，我们现在再放回烤箱，同样的温度烤五分钟。五分钟，月饼就做好了。我应该不会做失败吧，老师？哦，不行，太香了。三、二、一、零，我做的月饼好了。这牛肉太香了，我一直在闻到这个牛肉的香味儿。哇，成功了吧这个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圆圆满满。我想尝一个，可以吧？那就一个馅儿来一个吧。这是黑芝麻馅儿，这是我闻到超级香的牛肉馅儿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今天做了，哇。怎么说也做了几个小时了，做了两三个小时的月饼，那就祝你们团团圆圆，然后所有的事情都顺顺利利，最重要的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，给你吃月饼啦，中秋节快乐。好喜欢他视频里的碎碎念，就像身边的朋友一样，他就是那种让你没有距离感的大明星。2022年中秋即将到来，作为歌手的周深也出现在央视中秋晚会的首播宣传阵容当中，一到各种大型晚会活动，周深就忙个不停。今年的中秋节也不例外，周深又是几个电视台跑，目前官宣的有央视和湖南卫视，其中央视已经录制彩排了好几次，湖南卫视也官宣了他。虽然节目单还没出来，但观众已经万分期待他了，毕竟周深的现场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。这几年来周深的发展势头很猛，是央视的宠儿，几乎每个重大节目都有他，湖南卫视也一样，也很喜欢邀请周深。往年周深都唱了与月亮有关的曲目，不知道今年湖南卫视中秋夜这一次会是什么歌呢？有晚会歌手彩排也是必不可少的，今年央视中秋晚会彩排现场工作人员没答上周深的问题，深深发出灵魂拷问，那你知道什么呢？我知道你唱歌很好听。听到夸奖之后的周深开心大笑，表示好的，我接受。谢谢，谢谢。
个明天就要拆了吗？这个超出我知识范围。你好不专业，那你都知道些啥？我知道你唱歌很好听。你好贵哦。我陈述事实。好的，我接受。这种话你应该已经听很多遍了。是，但是就这种正面听，听完就是又有点羞耻，有点开心，很奇怪。哦，对。是我的互联网嘴替没错了。被工作人员当面夸奖之后，周深竟然害羞了。喜欢他的网友也是纷纷夸奖道：“我家周深就是那么可爱，讨喜，唱歌又好听。”周深唱歌就是好听，这不是夸奖，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。你们不能光夸孩子唱歌好听，一定要夸他帅。周深立志要做偶像歌手等等。周深近几年的表现真的是让所有网友眼前一亮，不仅唱歌好听，又可爱帅气，而且为人还很有趣，完全就是一个宝藏男孩。试问这样的歌手哪个粉丝不喜欢呢？都说月圆人团圆的中秋佳节是最渴望与家人团聚的日子，对于工作忙碌而不能在这一天陪伴家人，周深还是笑得一如既往的轻松。我觉得这也是陪伴爸爸妈妈的一种方式。我中秋节啊，一般都是可能是有一些工作然后在度过，但很开心的是这三年可以跟央视秋晚一起度过，因为我觉得这也是陪爸爸妈妈的一种方式。简单的一句话，细细想来，是否有种令人豁然开朗的感觉呢？每一次佳节或者是特别的日子，我们不一定都能陪伴在亲人爱人身边，但我们只要在努力着并且好好的生活着，还能和家人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和成就，这不也是一种很好很积极的状态吗？今年呼声最高的央视秋晚，明星多到需要分成好几波来公布，披荆斩棘、中国好声音这些各大热闹综艺节目的艺人们也来了不少。尽管如此，作为秋晚界的扛把子，深深同学在各个宣传环节中依然是重中之重，经历了各个电视台各个版本的不同秋晚。我不想挑战。做自己擅长的是不好吗？挑战的话我想挑战一劈叉，没有劈下去，所以挑战。被问到如果有家庭版秋晚最想挑战什么时，周深依然是说着最狠的话：我不想挑战，做自己擅长的事不好吗？却又马上答应下来，挑战的话我想挑战劈叉。至于要劈叉的原因很简单，既然是挑战，自己要做自己做不了的事情，如果再是飙高音之类拿手范畴的东西，也称不上挑战了嘛。实在是期待住了，今年就坐等周深的秋晚了。来了，来了！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一定要吃月饼哦。你们这些，你们也是湖南人，笑这么大声，干么事？什么呢？我只会说湖南话。